片乐翻天，翻天！小朋友们，每一个精神抖擞啊！没错，我们的四组艺人也是精神抖擞，准备来拿大奖。马上来看看我们第一组，郑国成、林美珍，欢迎他们！红不让，红不让，学长学长，不错不错，你好！哎哎哎，你不能重色轻友啊！是是是是，哎。干什么？这叫做一报还一报，真的是，哎呀，不是真的，时候未到。我们这个全国如果主持界里面是最帅的一位啊，那是非我莫属了。是，一定要帅，那就是你了。哎呀，谢谢谢谢。不是的，你有没有要出唱片？很多人都关心这个。真的吗？有没有计划？真的吗？真的，很多人希望你要出唱片吗？当偶像啊。看，等吴宗宪不卖以后，我再来出。哇，那就难了。太得意。好了，不过两位今天是要来估价的。对。美珍对，但美珍好像还没有发出声音。对对对对对，跟大家问好。好久不见了，美珍呢，身材又好，人又漂亮，对呀，对，我们大家要多多照顾她。哎，主持来给我们看一下，对，没有，哇，哎呦，对，我们的台子真的挡住下半身，受不了，为什么上天总是那么不公平呢？为什么？让你们看一个不公平的最真实写照，介绍第二组，这太过分了。来，洪晨阳跟张晨，欢迎，欢迎两位，大家好，我是洪晨阳。对，大家见面。对，为了公平起见，刚美珍有出来外面走，所以张晨呢留在后面，因为站出来就不公平。太夸张哦，人家也是婀娜多姿，人家也是美女。好，接着欢迎这两位，要不要也出来秀一下？太厉害了，不要秀，我们台子没有那么稳固。煽风点火，欢迎大家好。哎，介绍他们两位啊，让他们话少说，歌多唱啊，和声一边 ，Go。出乎意料，又来了，你看，这是一桌我们的李子林，还有带着他的经纪公司，经纪公司头啊，芋头唱片公司，老芋头，对，李子林也是非常的优秀，相当不错。我们看一下李子林后援会的朋友，孩子挥舞一下，哎呦，哎呦，他们今天可以得到的大奖就是我们的超级金纯铜线材数位类比音响组合，总价在15万5500元，掌声给他鼓掌！哇哟，不得了！这个爱音乐的朋友啊，就知道这种这个唱机啊，看起来好像有点粗糙。哎，那贡奈吉的，那你就错了。我跟你讲，这个是收藏家的最爱了。真空管，像我个人就对这个情有独钟啊。他因为真空管是一定要先开机半个钟头之后才能开始听。哦，这样子。对，所以一般我开机之后已经来不及，要出门了再关掉啊，没得听。时间来不及了，希望四组加油，好不好？把这个大奖带回家。马上一见面，厉害的就来了，就是我们的姑姑了。姑姑了，大家准备开始秀一下你们第一道题目。我们要现场朋友帮忙一下，大家眼睛看到的大概就这几个吹泡泡机了，总共有40个。要把口水喷出来，那个好恶心。请问这些吹泡泡机总值多少钱？40个，你也可以回答。哎，有没有？有没有？举手，举手。多少？400块，能不能再多一点呢？哦，好，来这位，我上600啊，不能多那么多的。好，这位好了，480元，恭喜这位漂亮小姐。480，要送 CD 啊，马上获得2片 CD， 一个呢是12块，一个12块。接下来我们进第二题的姑姑啦，姑姑姑。请你们目光移向体积最大那一位。体积最大，就是第三主人马山峰里面的点火。这位仁兄呢，他的体型啊，是我们大家最受注意的。有没有人可以用目测算出他这一刻的体重？请你走到外面，哎，请来，好，晨晨，你觉得应该多少？有奖品，有奖品 ，CD 2张，你觉得应该多少？102，102，是不是102？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来，答案说到整数啊。120，我知道。哎，往下，差太多了。这位也是不错，蛮壮的。105，恭喜，再下一个。哎，我要。好，叫我。110，你说的。110，大腿的。我们送 CD 2片，一样，我们要送 CD 2片给你。我谢谢，恭喜陈阳。好，接第3道题，我们的姑姑乐，这题我们要请四组艺人的用笔来作答，要算分的哦。请问现场的观众朋友，有男女朋友的有几个人？你们要等一下要诚实作答啊！一定要诚实作答。已婚的不算啊，未婚的。这最接近的是找最接近的。最接近不超过，不超过，最接近不超过。马上作答，只有5秒钟。有男女朋友。4、3、
二、一，请举牌。第一组有五个，五队啊。第二组有六个，第三组呢？三个，才三个吗？第四组也是觉得三个。好，我们现场呢，大家注意了，有男女朋友的马上请起立，要诚实哦。好诚实哦。坐下，你们是不是一队啊？啊，就是你们，半队上两队上都不是一队的。但是有一个我很怀疑的，因为他看起来就像适婚年龄。这位小姐，您没有男朋友吗？这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分数哎。哎呀，你看我随便一嗲都嗲出来了。我还有看到一位，也一定有男朋友。我也很怀疑的，他一直头低低的，我想你不会否认吧？是妈妈哦，妈妈，你们干什么太过分了，妈妈。好，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总共有八，最接近的是第二组。好，恭喜我们第二组马上可以获得到800分，800分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个影片。影片题，我们的影片拍的都非常的漂亮，我马上来欣赏我们的影片题。咕咕的秀。擦擦擦擦按摩，擦擦擦擦按摩，来修修修，让我好。你是在切什么呀？你在切香蕉啊？你睡觉睡到外伤什么意思？你搞我睡伤，赶快跑家那边睡去。啊，早上你就快点洗车加打水啦，你哪呢？我主动洗车加打水啦，好啊，我被剩下，我被塞去塞其他啦。哎呀，好啦，总共180,000。难怪我不善良哦，哈，到底是偌济？180,000，啊，你塞去台交存几万？拜托，这我租来的，我无钱啊，你到底偌济？你搞来算账，我被塞钱啦啦。哎呀，好，偌济啊，我跟你算算的啦，给你猜啦。洗车是多少？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给你们。哎，这个洗车的方式呢，它是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的阳光洗车中心加打蜡，然后呢，它是自动洗车，然后打水蜡。好，你们有一段时间好好想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好，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天天乐翻天，翻天。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天天乐翻天，翻天。看到的影片在广告之前呢，我们现在呢让大家再回味一下，再想一下，因为这广告最主要不是让他们在评估了，是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内容实在太好看了啊，里面男扮女装，没想到也是帅成的。我们来看影片，咕咕的，好来秀。擦擦擦按摩，阿来修修修，下午好。喂，你是在切什么呀？啊，切在切香蕉啊！你睡觉睡到外伤，什么意思？你搞我睡三更，我还跑家那边睡去。啊，三更你这快去洗车加打水啦！你哪呢？我主动洗车加打水啦，好啊，我被剩下，我被塞去塞其他啦。哎呀，好啦，总共180,000。难怪我不善良哦，啊，到底是偌济？180,000，啊，你塞这台车存几万？拜托，这我租来的，我也无钱啊，你到底偌济？你搞来算账，我袂去塞钱啦啦。哎呀，好，偌济啊，我跟你算算的啦，给你猜啦。到底是偌济呢？偌济呢？四组都猜好了。好，我们四组都猜好了，一起亮出你们的答案，来，请亮牌。好，第一组是230。有洗过吗？你有没有洗过？阳光基金，我记得是150的80。哦，那你怎么猜230那么多？没有，他150的80不是230。洗车加水啦，加80啊，好不错。第二组一定是我们对了，我就在那里工作啊，怎么会不知道？洗澡台看得出来，150元啊。那边他确定，确定150，加油，好不好？第三组煽风点火，洗车加水了200啊。第四组人马，李子林这一组，哦，250元，250啊，250，去过吗？有去过，有的，总共是150元。哎呦，这是阳光，真的是住在附近，哎，所以他们这个算是蛮公道的一个价钱了。倒是有其他两组说这个有去过的，不知道见到鬼了还是怎么样。对，而且大概是被多 A 了自己搞不清楚。我们没去过，不是不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啊，哎，那个车子比较少。啊，就要收费比较高了。你少来了，你要他多给100块小费。好，恭喜第二组拿到800分，恭喜！好，接着下来呢，就是一段我们精彩的现场咕咕乐，来来秀。
同，没人陪伴我啊，我却不寂寞啊，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风光多美好，越过小桥心中最快乐。这是一部折叠然后15段变速的自行车，这两台加起来总共需要多少钱？4组，想想看，听懂吗？有没有问题？两部，好不好？你就猜一部多少钱，乘以2就可以。是哦。倒数5秒，来，5、4、3、2、1，好，请亮牌。第一组12500，这是怎么样？瞎猜的是吧？晨晨，一部6250。晨晨，你回神了，晨晨。啊，对呀、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一台应该10000多，所以我想应该乘以2吧。你觉得一台就要10000多了？没有，不管了，12200了。12200，第二组啊，两部才5700。对，5700。但他们这种 policy 也是政策，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爆的话，可能就是经济不超过。第三组，我们看看他们的估价，23000元。23000，有买过吗？没买过。瞎猜。对，瞎猜。好，估算1500，赌的啦。好，第四组两部呢是9000元，一台4500啊，一台4000，对啊，差不多啊，是这么便宜。那到底是多少呢？我们让你们知道一下答案。来，哎呀，破坏项目还勾在一起嘞，哎呀，小可爱，来到前面，小可爱。哎，我的助理怎么跑到这边来了？好，那我们现在答案公布。好，最后先看尾巴，零八。4、2、12480元，恭喜！啊，刚好爆掉，爆掉，我们爆20块，是，所以最接近的是9000元的。第四组，李子林这组，你看差20块，哎呀，伤脑筋。哎呀，这多冒出20块，20块拿去买2瓶饮料喝掉算了，真是可惜。所以我们得分的就是第四组，恭喜！第四组李子林团队拿了800分。哦，太棒了！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明星咕咕乐。今天是哪一位大明星要给我们咕什么呢？来欢迎我们的翁虹小姐！欢迎！哎呦，不得了！哎呦，今天穿的打歌服来。大家好，一看就知道从孔雀王国来的。是的，不是那个神灯阿拉丁。哎呦，神灯阿拉丁哦！没有，开玩笑，好像是这个我们中国的地方的色彩。对，哎，教果然有新疆民族舞蹈，新疆的。对，新疆维吾尔族。可是我知道欧文会跳现代舞啦，你会跳新疆舞吗？对啊，我以前是修民族舞，什么舞都会跳，什么舞都会跳，但是就不会跳艳舞。先来一段新疆舞蹈，来 ，Go！是有，哎，帮忙打个拍子。掌声鼓励鼓励。好啊，哎呦呦呦！哇，那个头部啊，那个头部。新疆舞的特色最重要是它那个脖子，颈部这种，还有脸部表情。对，后来又发展成螃蟹舞。哎，那是你好吧？你那好恶心啊！但是你这个到底要给我们估的是什么东西呢？要给我们估什么呢？估估的。因为呢，大家对一般的物质都是比较。就是逛街都会知道，可是民族舞可能那个服装如果做一套大概要多少钱？我想大家这个就不太清楚。搞老半天要估身上这一套，就这一套。对，还你看啊，有这个帽子，好，这是有个宝石的，是，还有羽毛，还有这个耳环，还有这个靴子。哦。就是还有这个背心，还有这假发是连这个帽子一起，整套。大概你估价是估多少？那个现场的四组特别来宾马上就要见估价。我看那个人家扮演布袋戏的角色，是他们也是去定做的哦，就把自己弄成布袋戏，那个要10000多块哦，一套就10000多块。这个有没有超过10000块？有没有过万？你是说台币还是港币？台币咯，超过万块，超过。你是买现成还是定做的？这是定做的，定做的。因为这个其实有个意义，这是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大陆那个主权回归大会演里面的服装。哦，是哦，对啊，所以你看看起来是。所以怎么样，烧不坏的？加油！好，5、4、3、2、1，来，第一组35000元，第二组31000元，三万一，第三组。36500元，第四组25000元，会不会三组都爆掉呢？我们四组都爆掉了，有两组非常接近，请我们啊，欧红帮我们宣布，好，正确答案是
37,500元。37,500元，所以煽风点火非常的厉害。哇，这个太厉害了！恭喜他们得到800分，恭喜恭喜恭喜！打歌曲还这个打扮成新歌叫做《我敢》。好，谢谢欧红，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现场咕咕乐，我现场的咕咕乐是啊，我们马上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题目呢？秀。你恐怖的兔子啊！哎，欢迎薛阔嘴。请问，这三只造型可爱的吹风机价值多少钱？卡通造型的吹风机到底价值多少钱呢？有一个鸭子，有两只小果果。到底呢？这三只价值多少钱呢？我想这一只大概1000块就算夸张。我也觉得差不多。四组人马，我们现在马上想一点点的时间，马上来思维一下，马上要作答了。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那个真的能用吗？能用，好可爱，高贵不贵，大方不能用，还弄一个插头做什么呢？能用。它是110还是220的？110的，110，台湾的这个电压。男生用，女生用？男生用，女生用啊？哎，阿嬷可以用，对，里面也可以烧煤炭哦，但整只会烧掉，还可以拿来 barbecue 哦。对，好，我们给最后5秒钟，5、4、3、2、1，马上亮出你们答案，起亮牌，来，接近，然后不超过。第一组是3800元，好，第二组是3100元，都是算一只大概1000多了。第三组是1690啊，一只500哦。你们对，我觉得差不多哎。1690，你们是常在那个夜市在逛？夜市逛的1690。没有，就路边卡车在卖的那种。对呀、啊，然后店员还问你喜欢两件一起带吗？不然3件算你便宜一点。好，第四组1500元，到底是多少？对，到底是多少钱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答案。咻！好，我们现在答案揭晓。都差20啊，30的，哇，这个已经接近到趋近于满分了。没错，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估价题，到底总分是哪一组获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总分是第一组0分啊，0分，不容易，恭喜恭喜！哎，刚差20啊，刚刚是最准的，对，但是他们两位来也是贡献良多啊。怎么说？没有他们，我们少一组怎么比赛呢？废话。哇嘞！第二一组人马得到2400元，红尘呀，还有 CD 2张啊 ，CD 2张，厉害。那第三组800分。800分，第四组也是800分，可惜了。那算起来只有第一组比较笨了、啊，所以我们要谢谢134组，134，感谢他们，也希望他们唱片谢谢唱片大卖啊，事业成功。哎，音响等你们了，有机会、你知道吗？这个音响跟你介绍一下，它是我们这个发烧人的最爱啊，价值155,500元，希望你们把它带走，稍带回去继续收看《天天乐翻天》，翻天。害怕不是他们害怕，说的也是哦。对啊，上次他们来，我们还救心态的时候，他们就拿着10万块奖金呢、啊，3万啦，没那么多。3万啊，对，那今天来不一样哦，是10几万的音响哦。哦，对，155,500。哎，加油，谁先来？好，加油了。好，张晨加油，第一关左右选一个，左，左是。制作人说左，左是你自己选的啊，不要怪我们。好，左，加油。啊，换右啊，好，换右。什么？换右好了。右差被炸到，不关我们家事啊。哎呀，哎呀，你看一念之间，你看一念之间，你看，哎呀，恐怖啊！好了，牺牲你啊，这个换的第一关过关。好，再来往第二关迈进了。陈阳，加油啊！干脆这一关你也挂掉好了。咱们早一点回家休息了啊！选择哪一个？左还右？好，右，选择的是右，加油加油！永和国中帮的忙，对不对？来，左右选哪一个？没关系，全部听他们的好了。好，选择什么？
声。好，下一组，左右。决定是左。没有过关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这个，但没有关系，还有安慰奖送给两位，可以得到我们高级神殿热水器、高级强力热风枪、亚洲乐园入场券。谢谢，恭喜他们两位，辛苦啦。是，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一起来跟我们估价。对，不来估价无所谓，也可以到我们现场来参加我们的录影，非常好玩的。每天要收看我们的天天乐翻天。